在南半球蔚蓝海洋的环绕下，坐落着世界上唯一国土覆盖整个大陆的国家，这就是澳大利亚。因为拥有很多独特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观，发达的经济和高度都市化的生活方式，澳大利亚多个城市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在2012年，长春市与澳大利亚瓦南布尔市结为友好城市。今天我们不做游客，而是以一位老朋友的身份来探访这座美丽的城市，深入地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澳大利亚是全球赛马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从马匹的种群数量，还是从投注额的总比例，赛马场数量，从业人员的数量，澳大利亚都是最顶尖的国家。维多利亚州的赛马业在全澳富有盛名，每年五月份的瓦南布尔市赛马节常常吸引几万人。瓦南布尔还是澳大利亚非常有名的赛马训练城市，这里有马术赛场、马术学校、马术用品商店，还有很多专业的赛马训练公司。为了缓解赛马训练的紧张，帮助赛马恢复体能和放松肌肉，赛马训练机构会在每天早上在海边遛马，让马游泳，这在全世界都比较罕见，可以说是瓦南布尔的一道风景。当然，来到瓦南布尔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洋路。大洋路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士兵修建的，沿着维多利亚州南部海岸蜿蜒伸展，带给游客壮丽的海洋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海滩活动。沿途有非常著名的景观，选择搭乘直升机观赏十二门徒岩，会给你留下非常震撼的印象。Changchun Road is 243 kilometres along the coast of the Southern Ocean, and it's a fabulous place to come and enjoy the amazing ocean, the fresh air, and wonderful natural attractions. Rainforest, waterfalls, lots of Australian wildlife, the koala, the kangaroo, fabulous place to visit. Changchun should all visit.大家还记得丽兹和肖恩吗？这两位老朋友都曾来到长春做客我们的节目。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们初步地了解过大洋路和瓦南布尔。这次长春广电代表团访问瓦南布尔，见到两位好朋友分外亲切。I've been very excitedly working with the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with Changchun. We've been working with many of our businesses and industries across education, agriculture, tourism, and even media to introduce our businesses and people and our citizens to the great citizens of Changchun. And I've been very much excited to be welcoming the Changchun citizens and industry to our city and generating a marvelous partnerships together.除了世界上风景最美的海岸公路大洋路之外，位于瓦南布尔市西部14公里的塔山自然保护区也是必去之地。在几百万年前，瓦南布尔这片土地曾经经历了一次地质运动，火山爆发。在塔山自然保护区穿行，能够直观地看到火山口不同时期的岩层。在这里，考拉、袋鼠、耳苗等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十分常见，且不怕人。这里已经成为本地人休憩野餐的去处，各国游客也会在此停留。
Welcome to Victoria. Welcome to Tower Hill. We've got a little model inside to have a look at the crater volcano structure. Mm-hmm. We've got some photos, we've got some artifacts. Mm-hmm. And if you want, we can go for a quick walk around and look at some animals. Mm-hmm. And then we can go play some boomerangs. Okay. Hey. 在塔山自然保护区的展示厅看到的不仅仅是内容丰富的图片资料，这里还有各种带有原始土著居民生存痕迹的文物进行展示。你可以通过这些物件穿越回久远的年代。讲解员的歌声也会带你重温古时的生活。 更加有趣的是进入到保护区内部，近距离的观察野生动植物，那将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We get a lot of international visito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A lot of them come up from China, Asia, and Indonesia. We do get a lot of German groups regularly on a regular basis in Europe. So we are getting a lot of international people, we're getting a lot of interstate people and a lot of local people coming to see the diversity of Tower Hill and what we have to offer out here. <笑>大洋路不仅仅有看不完的风景，更有讲不完的故事。在大洋路尽头，体验时空穿越的感觉。瓦南布尔的自然景观美妙。 人文景观也丰富多彩，18世纪的沉船传说建造了这个经典的澳式小镇。旗杆山海事博物馆位于瓦南布尔，它详尽地呈现了澳洲海洋开发史，这里已经成为过路游客必到的一站，小孩子们对这里尤其喜欢。 旗杆山海事博物馆于2016年升级改造，以使其能够更好地向游人展现澳大利亚18世纪的独特的民俗和民风。旅行者们可以通过展览了解沉船海岸和大洋路的历史背景，亲身体验当年船只沉没的悲惨时刻，以及小镇的海洋史。而夜晚。 这里会上演激光喷泉秀，在声光表演中，生动再现往昔的悲剧故事，感觉很妙。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海事村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长春与瓦南布尔成为友好城市之后，在教育方面开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合作。迪肯大学是澳大利亚规模较大、层次较高、管理完善、知名度较高的大学。2017年6月27日，迪肯大学、长春市政府和瓦南布尔市政府在长春签署旨在推动青年交流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三方协议，其中。 长春国际友城迪肯奖学金为重要的一个板块。迪肯大学为我市本科阶段的优秀大学在校生颁发全额奖学金和10个差额奖学金，并鼓励我市青年前往迪肯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The Deakin China strategy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over 10 years now. Deakin has had offices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and now we see an opportunity in Changchun for our students from Australia to have the chance to study in Changchun, but also the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from Changchun to come and study, particularly in Warrnambool. 阿里斯戴尔麦考士先生数次访问长春市，并对长春市有着很深的感情。傅长宇目前是迪肯大学在校生，由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推荐的长春国际友城迪肯全额奖学金获得者。
2018年1月1日抵达澳大利亚，2月末抵达瓦南布尔校区开始学习，目前主修商科的会计专业。我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学弟学妹能够来迪肯大学瓦南布校区，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合作项目的话是友好城市加上就是政府的合作，会给我们这批长春的学生或者是就是从长春来的这些优秀的学弟学妹都会给提供很多的优质的条件，并且迪肯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都是非常好的，就比如说像教育学就是排名世界24名，然后护理学28名，然后像商科的话也是排名都非常靠前。无论之前的学校层次怎么样，我都希望能给自己一个更多的提升空间，希望你们就是能够把自己就是设定一个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未来。瓦南布尔是最具澳大利亚特色的风情小镇，可以说是长春市最美的国际友好城市，街路保持着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风格。在瓦南布尔市中心可以看到很多墙面被画作所覆盖，这也是瓦南布尔市政府的一项举措，变街头涂鸦为一件件艺术品。这里的艺术家们不仅在画布上作画，街道上的墙壁也是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My art feature and my art style is largely about wildlife art and animal art. I'm very captured by the local bird life, the native bird life of Australia, and I'd like to depict them in a high detail to try and capture the real essence of those birds. I use predominantly pastel and ink in my work. And work on a fairly large scale, which I've recently then taken to a public art scale as well, doing some murals and such things as well. 长春广播电视台代表团到访瓦南布尔，受到了澳大利亚瓦南布尔市长罗伯特·安德森的热情接待。市长和市政议员与代表团进行了友好会谈，并撒下了两市开展媒体领域友好合作的种子。在澳大利亚韦斯电台，庄严台长还参加了早间8点档的直播，并与两位主播互动。All the way from our sister city in China, from Changchun. So excited, we've got our own song for it. Come on! Everybody in Changchun tonight. Now.We've already had an international 主播才艺满满，节目类似脱口秀，十分受到当地市民的欢迎。我们还参与了节目的直播，是一次非常有趣的体验。What we'd like to know, straight up, Leo from John Yen, what does he think of Monkey and the Big Fella? Like, is there scope? Can we take this brand? Is there scope? Yen's company. 两个主播非常棒，不仅能胜任。而且呢，能工作得很好，长春老百姓会喜欢你们。Let's book in this with some just, you know, I would like to. 长春广播电视台与韦斯广播电台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书，双方以后将在资讯互通、节目制作、频道内容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互相赠送了小礼物，为今后的交流合作开启新的篇章。开启与澳大利亚媒体互动交流的新模式，两台将积极展开友好交流。The team with the council, but to visit your beautiful city. And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the renovation of your city and the people and how we really were welcomed. But not only that,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your aged care facility, and that was a fantastic experience. 澳大利亚的生活常以轻松、休闲、多彩、少压著称，人民生活富庶，节假日很多，人们退休意味着另一段新生活的开启。林都赫养老机构首席执行官多林鲍威尔女士一直在为澳大利亚人能够享受品质更高的退休生活而努力。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is incredibly strong. I think the commitment of the Changchun city in its dealings with Warrnambool have been simply outstanding. The sharing of information, the support that they've provided in ensuring that there is a proper respect and an appropriate respect between Changchun and Warrnambool is outstanding, fabulous. 不同国家的两座城市以增进人民友好、提升相互友谊、促进共同发展为目的，在签署正式友城协议书后，双方城市积极开展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环境保护和青少年交流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我们称这种正式、包容、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或制度安排为友好城市关系。Changchun的朋友，大家好！Changchun朋友，大家好！Changchun朋友，大家好！大家好！Changchun，Changchun朋友，大家好！ 长春的朋友，大家好。瓦南布尔与长春就像是关系要好的亲密好友。我们虽然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但是我们的心贴得很近。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有去澳洲旅游的计划，一定要去瓦南布尔，到我们的好朋友那里做客。瓦南布尔会热情欢迎你的到来。